李云龙自杀后，此人还不放过他的漂亮妻子，折磨手段太过残忍。13年前，由李幼斌、张光北、何正军和孙俪娘娘主演的抗日题材的战争电视剧《亮剑》热播，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并不是因为李云龙长得帅，而是他在《亮剑》中的演技确实无可挑剔，把李云龙那种满口粗话、不按常理出牌、有仇必报的直率形象演得入木三分。实际上，《亮剑》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电视剧，只把李云龙的辉煌经历拍出来了。到他被封为少将时剧情结束，其实《亮剑》的小说版，李云龙夫妻与张刚夫妻结局都很悲惨，都被逼自杀。在那个备受争议的时代，这样的剧情是不允许被宣传的，所以后半部分的《亮剑》并没有拍成电视剧，即使拍了，也会被广电总局禁播。李云龙被污蔑为反革命分子，被抓捕，被刑讯逼供，但是李云龙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绝不低头，而负责审判李云龙的叫马天生，这个人之前被李云龙的罪过两次，后来级别比李云龙还高，这次冤家路窄，马天生绝不会放过李云龙。《亮剑》电视剧中的王副军长就是小说中马天生的原型，在云苍岭战役中，王副军长还是个小小的特派员，却不分青红皂白要枪毙李云龙，刚好日本鬼子来扫荡，正要被枪毙的李云龙用枪顶住王副军长的头，让他带人去打日本人，所以王副军长对李云龙恨之入骨。后来李云龙负伤住院，照顾李云龙的美女护士田雨与他产生了感情，这次却又碰上了王副军长，他本是有老婆的人，还指名道姓要娶比他小20多岁的田雨为妻，最后被李云龙横刀夺爱，王副军长对李云龙的仇恨更深了。后来文革期间，王副军长级别比军长都要高，李云龙被打倒，王副军长就是污蔑陷害李云龙的幕后凶手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李云龙有口难辩。后来李云龙被自己训练的梁山特种部队段鹏救出，李云龙不愿逃走，掏出楚云飞送他的手枪自杀身亡。李云龙自杀时，自己的老婆田雨还在狱中，王副军长派人到监狱中折磨田雨，手段非常卑鄙和残忍，他们捏造了李云龙的数条罪行，说李云龙就是反革命分子，逼田雨脱离和李云龙的夫妻关系。田雨意志坚定，坚决不从。后来得知李云龙自杀，觉得自己活在世上没了意义，生是李云龙的人，死是李云龙的鬼，就割腕自杀了。王副军长对田雨的折磨，就是对他进行精神上的摧残，逼他就范。田雨明白了，原来王副军长是因为自己，所以降罪于李云龙。觉得李云龙是因为自己而死的，非常愧对他。田雨问王副军长，如果自己与李云龙离婚，是不是就可以放过他？王副军长说，田雨必须陈述李云龙反革命的罪状，
还要李云龙下跪道歉才能放过他。经过几天的精神折磨，又得知李云龙已死，备受打击的田宇最终割腕自杀，追随李云龙去了。